你问我走过最远的路是从哪儿到哪儿，又见过什么人？我从家走到天涯海角，要翻两座山，默不作声。在阳光落下，穿过枝叶的芽，采摘的人，在一望无际的海，飘着勤劳的渔人。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，走过最远的路是从哪儿到哪儿，遇见过什么人？19岁到不惑这些年，生出两张脸，又苦且甜，决定漂泊以后就没再回过头。走长的人，怕是永远在热身，何来肯定的身份？最美的夜。
想回家的每一刻，迈的脚步有多沉？